都是用什么一队打天下？哦，这队一队打天下，密林队。第一关的话是哦，是有一个风化，哦，这边的话就这样子。没有红过啊，我是一个没有被邀请十万年中的 YouTuber。一个没有被邀请十万年中的人，哎，没打死，第三关是啥？这是不能消木是不是？欸，可以啊。密林是比灵命强势，我没有灰心啊，我开玩笑的啊。你不要太认真啊。不过没有被邀请是事实啊，只是我没有难过。哎呦，不能碰欸。这对没水德，你没有影响吧？没有水德也不会影响你通关的事实啊。其实我干嘛打那么辛苦呢？直接把它炸一炸不就好了？对。带个泡芙都没在用。不用开招，啊！谢谢那个看我台看很久的哈，感谢你们。火强化腐蚀哦，我乍看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干，这拼图度会不会太多？好，没关系。这样可以了吧，各位？这样子万解，万解，万解。好，但是红了。很简单的。